爸，看妈咪，早安，你在跟兔兔在干嘛？嘟嘟。所以饭店最漂亮的一面，我们刚好都不是坐到最漂亮的地方，所以他那个餐厅看出来这边就是一个花园，对面又是竞技场，哇，不错啦。我们现在要来去明治神宫外院晃一下，今天的行程就是在大公园晃晃，所以这边进去是一个溜冰场啊。咦，我们住在溜冰馆旁边。啊，我会啊，这边可以溜冰，所以是也有在上课吧。哇，好厉害哦。哦 ，no， 走吧。然后这里可以买票啦，大人小孩，所以可以来这边买票去溜冰耶，酷哦！干嘛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，爸爸？这里新宿御苑，是不是皇宫的花园呢？进去看看就知道喽。新宿御苑，肚子很饿耶，要去吃东西了吗？还是我们进去晃晃吃点心？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吃的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先进去咯，说不定有别的门出去有东西吃。新宿御苑，我们走走走。所以是一个人500块，投钱。就。这么笨吗？你买到一枚哦，是吗？没有啊。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我们现在已经买票进去喽。Go。就御凉亭，看起来是台式建筑是吗？不知道它怎么写台湾。哇，漂亮哦！发现现在来大部分是外国人耶，怎么把那一棵树？弄成这样呢，是在保护它吗？还是它的造型？有可能是造型哦。这里真的很宁静漂亮。嗯，只能说皇室的人真的蛮爽的，逛个花园凉亭就建得那么大。你干嘛坐地上？很厉害，能把整棵树拍下去，这个水平了。
候好像没有那么近看过乌鸦。乌鸦是不是想吃我们东西？乌鸦要去哪里？乌鸦，乌鸦也是乌鸦耶！哇，好大只哦！棒棒，你有看过这么大的乌鸦吗？哇！在日本看到乌鸦是好运的意思。虽然这里一堆乌鸦。你按到录影了，现在。哎呦，拿一堆这个给我，谢谢波波。那没有拿给爸爸。累累了是不是？波波，尿布是一大包啦。尿布是一大包。下雪了耶，宝宝。是不是冷冷？是不是冷冷啊，宝宝？是不是很冷？妈咪帮你拍张照好不好？宝宝，你有开心吗？是不是冰冰？冰冰哦，冰冰对不对？有看到旁边在飘吗？飘这个是雪吗？雪花吗？还是冰霜？宝宝是不是冷冷？饭店门口准备要去搭地铁了，我住的就是这一间饭店，拜拜咯。后面就是这个国立竞技场，这几天都有好多人来这边拍照，而且还有记者。那我们现在要搭地铁去银座咯，饭店拜拜。这间饭店到时候东京奥运应该会很红。竞技场拜拜拜拍不到。